来，我们今天点了一个外卖小龙虾。夏天啊，小龙虾是最诱人的美食，我个人的最爱啊，椒盐的啊。来，再配上今天不喝冰啤酒，配上这个厂家寄来的米娜黑罐威士忌气泡酒。这个黑罐呢是净爽型九度的，还有这个红罐的，红罐呢是清爽型5.5度的。先倒点这个清爽型尝尝口味，等一下再来尝一下这个黑罐的，再加点冰块，少来一点。我们来先吃个龙虾，这个是已经去头的。今天我们配的这个威士忌气泡酒也是绝配啊！清清爽爽的，再来一下这个净爽型的尝尝味道。净爽型度数稍微高一点，来，少倒一点，怕喝醉了，先尝尝味道，少来一点啊，让它先凉一会啊。爽啊，比喝冰啤酒爽。然后来，厂家的要求，我们把广告词给念一下。这个啊，它使用的是苏格兰进口威士忌，甜麦芽与橡木桶味道随气泡在舌尖跳跃。然后再来一点，这个红罐啊，青苹果味风味明显。这个黑罐呢，它更偏重这个蜂蜜香草味道。喜欢的想喝的啊，可以搜下面这个链接买下尝一尝，回家以后加点这个冰块，比喝啤酒要感觉要更好。